侧装浮球液位开关，并用浮力来实现液位的控制。它通常分为接线盒和浮球两部分，在浮球连杆的壁端安装游泳磁体，而在接线盒内则拥有与之相对应的开关装置。为适应不同的工况，侧装浮球液位开关可以使用不同的材质，如防爆型采用 SUS304 或 SUS316 金属材质，防腐型采用 PEP 或 PVDF 塑料材质等。当介质液面低于预设液位时，浮球处于低位，其壁端磁体位于高位，受磁力影响，接线盒内的开关保持 NO 触点，而当液面高于一定位置，受浮力影响，浮球上浮，进而使接线盒内的开关切换为 NC 触点。只需要调整一下侧装浮球的接线方式，就可以轻松实现不同的控制方案。侧装浮球液位开关适用于工业生产过程中敞口或承压容器内液位的控制。在实际应用中，侧装浮球开关不但可以实现单点控制和预警，也可以通过加装多个侧装浮球开关来实现更复杂的液位控制。由于其灵活的结构、更宽的温度和压力耐受范围，广泛应用于水处理、石油化工、锅炉、船舶等行业，为您的智能工厂保驾护航。